公共帮你们来选车是吧？我不会选，你选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你私信我的，哎，对对，对吧？对对给儿媳妇儿选一款车，哎，对对，三五千块钱，还要自动挡，哎，对对 ，OK， 看今天能不能安排的明白。老板，凯越怎么办？2万多。我觉得你代步看啊，3-5千块钱我们就不太挑了，只要看那个车况整体还可以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小孩看，如果是800块钱也行，800块钱也行。中国好公共。哎，是小孩。车是哪辆车？嘉年华。有没有碰过小布小叉？你们看看，你们看，颜色不好看，他不喜欢。罗哥，有个事想跟你问一下啊，你说为什么咱们3万5买的车，你带粉丝过来2万就能买走了？你让我们整个二手车没法做呀？什么3万5买的车？就像你8000块钱买马自达三，我只是说8000块钱我在那个修理厂会收到这样的车，而且我们看的时候那个车有事故 ，C 柱那边碰过，我们给他修好了。哦，这个千万不要生气，大哥。如果他们有什么的疑问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边拍摄的过程中跟他们去解释一下，包括帮你们去拍照。视频解释一下，你看可以吧？我们这20天只卖了几辆车？你觉得这是市场行情的问题吧？不是你们一家二手车市场这样难做。你们车子还能卖动啊？你车子能不能卖动啊？我车子卖不动。你车子能不能卖动啊？卖不动。虎哥也不是做二手车的，他一个月卖几百台车。啊？我们做二手车不是在这边走？等一下。一个月卖几台车？等一下，兄弟，我什么时候卖几百台车？你按你粉丝那个样子，肯定要卖到几百台，你电话都要接爆掉。我们一台车都没有卖过。我们没卖过车，没有经手过车。任何车都没卖过，那你为什么要来二手车市场？我们带他们帮他们去选车呀，去物色车啊。如果有合适的话，我们就买。对，粉丝淘汰。如果没有合适的话，我们就不买。回去之后准备的时候，告诉大家有哪些需要能够避坑的地方，对吧？我觉得如果影响到你们的生意了，真的很抱歉。说一下，如果你为了视频效果，我希望你也考虑我们这些二手车商。我没有为了视频效果。首先，这个车是能买到的。我们都买不到，你能买得到？那 OK， 好，我明白了。大哥，对不起，让我给你鞠一躬，好吧？我给你鞠躬，好吧 ？OK。我们给他跪下都可以。你别说这些话，你别说这些话，3-5千块钱我们真的能买到。我们今天一块儿去看看，能不能买到3-5千块钱的车，好吧？一起。有多少要多少。来来来，我们一块儿。多少要多少。你别要多少，有我们一起见证一下，走，3-5千块钱能不能买到？站在我的角度和车商的角度一块儿。去不去？一起。你们去不去？去。去不去？去不去？一块儿。3-5千块钱能不能安排到车？走走走走走。像这样福克斯多少钱？老1.8 4AT 的0809，对吧？0809，这手动挡的现在值多少钱？手动挡的就9000块钱，对吧？几千块钱，那几千块钱买不到吗？你家做2-3万的，别人几千块钱买不到吗？有的一个反差是什么？比如说这款车，它确实是几千块钱。你要说有的自动挡的，猴哥，10年的马自达那个自动挡，它8000块钱能买到吗？首先，1.6和2.0的价格不一样，对，手动自动不一样，车子有没有碰撞不一样，是不是原漆不一样？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的目的是这类粉丝，他现在预算不多的情况下需要遮风挡雨，我们想做点好的事情。像这个2.0的老蒙迪欧，这个卖多少钱？我们在镇江真的花很便宜的钱买到过这种花冠，你说这种成色能值多少钱？10000多块钱最多了，10000多，是不是？1.8的极品20000多有人要，10000多这个代步不好吗？你不能说是你卖不了车。OK， 我前两年来逛二手车市场的时候，带来好多人来看二手车，当时你们怎么不说我给这个市场带来很多流量呢？那现在 OK， 拍了一些视频，被别人断章取义了，拿着这个价格来跟你讲，兄弟，你来伤我的心。你刚刚又说，这个小姑娘是谁的助理又什么呢？我觉得是你的助理。我真的不是助理，我是他。很多事情没法解释，我从来不在网上解释。看我在上班，就是他了。我给你打个电话看，是不是他？这是谁啊？这是老魏。你看是不是他？哦，这是后台粉丝，后台粉丝联系的。对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联系我们买车的，我觉得粉丝觉得你们拍的都是带来的，买车都是粉丝给我们车商觉得你们带来的全是你们自己人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便宜，因为便宜，便宜的我们都看不懂。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能买到这样的车，如果你家安排不了，那是你家自己的问题。一个汽车上面你让我们这车大概是多少钱？你告诉我哪年的？13年的，75000-80000块钱最多了。老款 Classic 2.0的豪华版就是这个价格。到了09年、10年，这个车卖多少钱呢？卖到5万多。前面也蛮懂的，那么确实蛮懂的。兄弟，我是说实在话，你这个车进价很贵，但是我们拍几千块钱车没有拍到你们这些车。我们进的也很便宜，但是没有你带粉丝买的便宜。问题是这个车我出来给你估的价格估错了吗？我有给你乱砍价吗？没错，对不对？我一定给他解释清楚。你有兴趣的话，跟我们去逛一逛，真的能买到。这种说吧，不要这么兴师动众了。那个帮粉丝买，可以，不用耽误时间了，走吧。不好意思。其实我们最早做这个做不是不容易，还会被误解。
他们现在是把这个销售不好归功于你头上了，怪罪于你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烦恼，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压力，确实生意不好做，他要说出来。我觉得我刚刚陪他到屋里说一点，让他疏导疏导，我觉得也挺好。我感觉到你受委屈。我没受委屈，我受啥委屈？问题是，你看现在只要是买车就是剧本。他就是说，我就说你这句话。我说我不认识回事，这个点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首先有几个价格的问题，举个例子，马三18000的，我们砍到了17000，可能我磨一磨，我跟他讲，我说你看以后有这样的粉丝来，我都到你家来买，他可能再有个500-1000的，可能实际上他16000都收不到这个价格，是这样一个逻辑。但是他给到了，让人家会拿16000去他家要，其实加个2000块钱正常行情。到后面开始什么样的车型？几千块钱都有，我们去多挑一挑。胡哥，你看你这边有没有几千块钱能买到车？其实我感觉这个骐达不错，但是手动挡的是吧？这个多少钱？7000多。零几的？06、07的。06。我们的目标就是给你们买到这类车，市区代个步，空间很大，很舒服。问题就是你不会开手动挡。我学的 C 二开不了 C。那边有个自动挡的，几千块钱，红颜色的乐凤。哦，这个 AT 的，这个多少钱？5500吧，5000块钱。看一下发动机，车也没有什么漏油，这边都是原的，原装的。这个翼子板动过。这个大灯框架换过，这种小排量车不会太大问题。这个奥迪的，这个奥迪好贵哦，19800，这么贵啊！先买奥迪了，这样的车是好，但是它养不起来，很贵，没有必要，对吧？听你的。那我条件允许了，我以后把这个车卖掉，我直接买个新车就行了嘛？那个沃尔沃多少钱？沃尔沃2000多块钱，07的。其实这个还可以，这个车是没有事故，你别看它车顶上有印子，对它，对它前面右边大灯稍微有点碰撞，以前翼子板碰过一点点，后备箱很开心。哦，这里面没问题，干干净净的，没有泡水，没有货车。试一下。你不是怎么进来？对，我没有开过车，所以不干。我方便指挥一下。可以。那这个车5000块钱查完之吗？对，还可以。我开车，我带我弟来，我怕我开不回家。嗯，感觉还行，还可以。空调是冷的，没有问题。整体的，我觉得底盘还蛮整的。其实这个价格，我觉得买这个车就挺好。说句实在话，这个车你再开个两年，回来卖个2800-3000就能卖掉。还能卖的？对，你不方便开，你到前面一会儿停着我给你开回来。真的是耗油，7-8个油，1.4吧，车蛮有劲的，我试一下，帮你试一下。就大家卖不出去车，找一个垃圾坑。你们关注我目的是什么？不就是能够学到一些，比如说我们用车的时候一些常识吗？我们有这样的车，我们就收回来给粉丝。粉丝7000-8000买这个车是好事情，对不对？蛮好的，底盘、发动机都没有问题，很平顺。OK， 你开你感觉怎么样？挺好开的，一口价跟他谈一下，5000块钱这个车确实可以了，真很便宜了，再绕200块钱算我的，没问题，我自己上过来。他买这个车就是希望便宜嘛，所以我今天也在这边想解释一下，可能有人家里面就收2-3万块钱的车，你就几千块钱的车多，那我们会到你这边淘车，才会觉得，哎，你跟小胡是朋友，到他家去拍，我们是朋友，我觉得能够帮助到粉丝都是朋友。这个车子你们弄好之后开到我们车库去，把油水所有东西全给你弄一套。你的视频我都看，我告诉你。好。但是我看你这种事情很正常，在我车上。替你觉得委屈。哎，不要委屈，不要委屈。来，反正用车愉快，开到我们车库，拜拜。哎，胡哥，你负责到底啊，好吧？前两天帮粉丝淘的4800块代步车来车库准备了。阿扎又来活了，怎么样？4800块钱买了，07年乐风，1.4自动挡。low 一点。给张师傅打灯。机器没什么大问题，变速箱没什么大问题。其实这个车整体三大件没有问题，我们才买了4000多块钱。中间还行，说一下，你看看，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不好，不然我再收回来。车商是吧？他收回来。现在这个什么情况？像这样价位的车就不多，但是它零零散散会有时候会有。你开现在有什么问题？我开没什么问题。你开了吗？你不是都是他开吗？我弟开，我也问了，也没啥问题。而且你是他新手，他不一定能开出什么问题。反正我们就正常检查。我觉得目前啊，最大问题就是脏，首先把它搞干净。我跟你讲几个点啊。首先这个车底重新把腻子怎么弄？的对啊，它这个腻子是掉了的，你不能往里面阴，时间长车顶下雨是锈掉了。这个重新做，这是全部铲掉啊。第二个啊，这个副驾驶这个是坏了，这个结构你到网上淘一个这个配件。其实门板里面内衬都还蛮干净的，底下要扒掉，脚垫重新扒掉，车顶也洗。车顶看能不能洗出来，洗不出来就换一个吧。重新包一个。对呀、包个车顶就几百块钱，3-4百块钱的事情。还有一个，他这个车有倒车雷达的，但是这个影像很奇怪。哎呀，他影像奇怪。对，是，所以说这个东西给他拍掉就不要了，你就给他装一个这样的，装到这儿。
然后这个屏幕给他换一个，就在后视镜上面，因为他自己用车，他现在开直线都害怕，你让他倒车啊。行，你一会儿把车下起来看一下轮胎怎么样。他不行就换一个，四个我估计800块钱。可以，然后花六斤油水换一下，这个灯壳直接换吧，他这纹理老化已经到里面去了，这个灯壳。灯壳可能跟换灯差不多。那你就换灯，我不管你，反正尽量我们做到你感觉满意吧，好吧？你自己晚上我陪你加班搞一下，好吧？我来亲自搞啊，小事情，脚垫什么给它扒掉，重新换一下。座椅全的拆了，下面是这个地板革都得扒掉。这个老车喜欢用地板革，所以它会有时候时间长晒了之后会有异味往上反，拆掉之后你把它地毯换了。里面座椅套全拆了，把内饰洗一下，装个倒车影像，灯换一下，油水换一下，一条轮胎，这里坐个去。没有那么快，因为这个座椅它都是这个绒布的，我们洗完以后它一时半会儿干不了。大概保鲜以后10天吧，差不多。应该差不多。10天。我不着急。你就要着急，你要敢于尝试去天天开它。好吧，叔叔，这个车就放这边。啊，行，尽量给你做到一个满意的状态，好吧？就这样说。到时候该怎么算怎么算。哎，不，这个我们来搞定。OK， 锁起来。回去来。好，拜拜。10天后来吧，啊，拜拜。10天后我们看这个乐风会搞成什么样，好吧？来着，干活。兄弟们，咱们4800块帮粉丝淘那台雪佛兰乐风搞好了，他是趁着下班都已经过来看车了，咱们看看搞得怎么样啊？你看阿张细心跟人家讲解 ，Hello， 同事是吧？朋友，要过来。关注你好久了，我谢谢。你买了辆车，我过来看。怎么样？灯换过新的？换的，换个灯壳，这个工钱比这个灯还贵呢。刚弄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前面的大灯都是糊的，发黄的。干净之后就感觉新很多。小红车4800。对，那是你做的。然后车顶做漆了吧？是顶棚拆了做的。之前玻璃一块还记得。对，车顶只是它砸了两个坑，它不是实。你这次感觉生活蛮快的，里面呢看过怎么样？哇，你这个卖大力了，阿张。好近啊！你这两个影像给它都留着了，前面是行车记录仪是吧？对。你感觉够大太多了。撞上去了。我说这个屏幕必须给你安排，你这倒车影像很重要。座椅套是给你重新扒掉的，重新洗的，中控台也是洗的，侧面这个门板也是。你看看，这标不给人家修复一下。钱要花在刀刃上。你看雨刮 B5 都换了一对新的，保养做过的。对，保养做过，机油三滤都换了。ABS 传感器坏了一个，已经换过了。干干净净，利利索索。雨刮以前是无骨雨刷吗？以前不是，给它换成无骨的。可以，轮胎是新的，马蒂斯的。然后后视镜换了一对，一对都是新的。那一对2000块钱。所以我为什么推荐你们买当年就是10万或10万出头的车？因为它的配件很便宜。你买一个那个1-2万的 BBA， 你不适合代步。那天你们看你公公也想给你买那个 A4， 当时30多万的车，你换后视镜也是30多万那个报价，你知道吧？4800我就买这个车，其实也就是这个行情价。我当时带他逛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有几个预算，33能买到。哎呀，老夫美来。很多人说买不到，我评论区还有人评论过。他说他有一个样的，又卖了2300块钱卖给车上。少说话，有车上说你。不是在底下评论了吗？我公公他一个朋友就看那视频，他看我公公，他说是你公公姓肖吗？我说是的呀。他说哎呀，这些小伙伯呀，我爸爸那个已经找他好多年，联系不上。然后他们联系上了，我们这个还有寻人启事的功效。真的？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我先把你开出来。怎么样，这车？干干净净，利利索索的。就全是车主其实用的时候很爱惜这些搪塑材料啊，它很容易被指甲或者是手表啊划伤。你看它这个保养都很好。有很多人评论说，不过你开几下你就说的这个车整了、啊。首先我们可能开了很久，它视频不能放我们开很久，一般你们看不完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过得沟沟坎坎，我们大概能感觉到，很简单的感觉到这种车就很省心。你开一段来，别怕，是吧？我觉得就是要多练练，你知道吗？车顶重新给你包了，挺好的，好新啊！你这坐的应该后排的腿部空间还可以。关键这个中配车型没办法，后面就是这手摇车窗，前面电动车窗，感觉开起来怎么样？还挺好开的。开个车带个步。公公就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平时骑电瓶车嘛，就是有风有雨就不能骑这个的嘛，最起码挡风挡雨。感觉还行，挺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好，这个挂到前面去，到二档的时候，对，摁一下，对，哎，学会了 ，OK， 开走吧。哎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真不用客气。你知道我跟你说，我跟我朋友说，他们都不相信我。我说真的假的？我说真的。我说这个是1000万分之1的几率。不存在。主要是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回私信了。我目前先把这个加热户我们附近的先给解决。大几千块钱，首先解决他们一个代步需求，因为这些车它本来它就这个价格了，开个一段时间它卖了还是这个价格。不建议你在这个时间段练手，非要去买那类 BBA。只是我有的时候会喜欢那些老车买回来自己修复修复，研究研究，玩一玩。不拿老车过来对比，怎么知道新车好与坏？是这个逻辑。所以说不要断章取义。新手标志啊，你贴在前玻璃上回头好撕，左边不影响视线，小贴士就开始搞起来了。我觉得十三号其实才拿到驾照，我一次没开过车。他在凡尔赛，
5月13号拿的驾照，5月20号就提的车，放开开，好吧，加油。一把一把。回头我介绍一个地方。可以。祝你用车愉快。谢谢猴哥，这个车特别好用啊。嗯。好了，别夸了，4000多块钱的车好用，有什么问题过来找我们就行了。拜拜。可以。你们有需求的，持续我们就把这个买车事情永远做下去，然后查账反正，是吧？不能闲着，干活了。